新的一周，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。那在周一呢，中国央行进行了人民币2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，净回笼1400亿元。另外呢，中国将400多种呢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是提至了17%，希望能够促进呢对外的贸易的复苏。欧洲方面，德国公布了最新9月份的制造者的订单，那环比下跌了0.6%，让市场非常的失望。而欧元区同期公布的9月份的零售数据也不乐观，环比是下跌了0.2%。美国呢，则是公布了最新10月份的 Gallup 的消费者的支出状况，那每人每日的平均支出是93美元。而美元的走势呢，现在是呈现呢，牛市攀升的。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呢，下探到了1.1035，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.2391，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反弹到了104.47。今天的汇市关注的焦点呢是，英镑对于日元的比价，现在整个的走势呈现牛市攀升的态势，相对强弱指标呢 RSI 是混合向上的。未来比价如果保持在128.80之上的话，有望能够达到131之后呢，上涨到131.70。如果比价下滑并且跌破128.80的话，就有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27.95之后，走软到127.55。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，在周一是承压下滑的。那金价呢跌破每盎司1300美元大关，现在是每盎司1281.60美元。那金价呢已经跌破了20小时和50小时的均线，可以看到呢整个相对强弱指标 RSI 呢也是呢向下的。未来如果呢金价是在每盎司1294美元之下的话呢，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滑落到每盎司1271美元之后呢，下落到每盎司1265美元。那如果金价能够再次反弹，并且突破每盎司1295美元的话，将有望能够呢重新登上每盎司1300美元的大关，并且呢上升到每盎司1308美元。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，现在下滑到了每盎司18.13美元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一家，欢迎继续锁定 Trading Central 财经电视。